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护国神山珊珊老师。行情给有准备的人，标股给有卡位的人。今天很多人涌进珊珊家族，在此先跟大家谢谢谢谢谢谢，因为我感到非常的荣幸。本间 K 线多年在这个市场上呈现，得到很多的共鸣。我学的这个 K 线理论，我也是要把客观的趋势、客观的行情来分享给所有的人。当然，并不见得我100%一定能够买到最低，或者是卖到最高，或者是每一次选的标的100%都一定是涨停板。但是我有自信，我能够知道，用本间 K 线的形态组合，我来研判。当行情强跟行情弱，我该如何选股，如何操作？每一档股票都有它的生命及位阶，但是往往大家在乎的是今天名牌哪一支讲的最多，统计起来哦，今天这一支讲了10次，你就买这一支，这一支没有人听到半次，你都不去认识它。但是通常这样的操作，到最后你发现你跟不上标股的速度。我开场白的两句话并不是口号，行情给有准备的人，你准备好了没？大涨大跌，你能够招架得住吗？标股给有卡位的人，当一档股票你所看到的涨停板，你有没有卡位到下面？你有没有在没有爆喷之前去买它？我能够做得到，这就是我侃侃而谈，而且我心平气和。行情总会动荡，你要怎么去驾驭它？当行情动荡不如你的预期，你要怎么样化解？我想我每天用大盘开序幕，再引到个股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吸收。但是在市场上最简单的 F4， 我相信全台湾甚至于外国人没有人不认识 F4。 所谓的 F4， 台积电、鸿海、联发科、广达，光这四档，我想到现在没有人能够像我如此的自信，能够在此次的低档全部抄底，我做到的。今天这么多人投靠我，我应该接受，我也欢迎所有的人。光看今天的行情，我等会再解盘。当然各位都知道大涨，但是台积电948有什么意义？948，请大家记得这个数字。我上礼拜也在预告台积电948很关键，昨天穿越了高点刚好，后来收盘没有，今天收盘就是948。为什么这么关键？很多人说连这种重型股剖析我都讲在前面，结果还百发百中，凭借的不是什么算命什么算什么的，没有，是客观的分析。我用筹码、用形态来化解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不然你又会忘记。948，我先跳回 K 线理论。这一天啊，8月7号、8月8号啊，这附近8月9号，那天我讲，以台积电这种走势，948很关键，看它用什么方式站上948。就有资格重返千元的面向。到了12号，哎，中继十字星刚刚好，高点就是948，但是昨天收盘没有948，但是高点就是948。结果呢？哎，好玩咯，8月13号没有，又没有了，但是呢？这个位置又在这个附近，那么我说必须赶快站上948。哎，今天很干脆耶，吼，越过收盘收948，因为这个价格很关键，用筹码来算，不管怎么算，组合948很关键，它能够守住，能够直接喷过去，然后这个地方以后成为它的楼地板，那么千元面向很快就看到，你看。光几天，5天，在这边948这样晃，这样晃，这样晃，咚，
bingo， 今天948正式收948。好，等我一下。讲到这一档，我想 F 四刚才是 one， 还有 two。two 的意思呢，就是全职第二大的啊 ，two 啊 two。这个呢，哦，海公公185.5做收哎，什么意思啊？160涨到今天这个波段最高点，收盘也最高点，而且我非常 care 的空方缺口真的避得满满满的。我想我先跳格，没货快补8月12，等会我们再慢慢从头讲，先让各位看一次收获区啊。8月13，我说呢，看他用什么方式站上185.5，而且昨天的高点183，海公公要喷了，赶快来霸占。哎，185.5，好，我看一下哦。哎呦，收盘185.5，这个是填充题还是凑凑看？结果，高点187，避了这个缺口，收盘就切线过来，刚刚好185.5。很多人说你也知道，那你有讲，你有解出来吗？这就是关键，关键。现在呢，让各位再看这个 F3 这只大只的哦，1185.25，有意义吗？有哦，它逃不出本间 K 线的精算。今天高1190，收1185，昨天高1185，有 B 缺口哦，但是这里呢叫做1180。对不对？我昭告很多次，昭告很多次。昨天有越过，没有正式的站稳啊，今天直接站稳多5块钱啊！营业收1185，最高1190。能够分析的出来，自然你就知道买在哪里，要报到哪里，对不对？不然买到低点，很早卖光也没有用；不然去追到最高点等解套也。没什么用啦，嘘，不想刺激大家，只是我要激励大家的战斗力。F4， 哇哦，啊，这天长这样，好喜欢啊！昨天不要，哎呦，烂烂的。啊，今天呢？哎呦，我昨天讲了，刚好回撤关键有手，不然来问我好不好？震荡整理 K， 我没有告诉你它什么 K， 我说这根 K 叫震荡整理 K， 而且极度量缩。啊，你是要跑去哪里的？主力都没跑，你跑去哪里？赶快来预约关键操作。那我再跳格跳前一天。补的缺口强，我还要看这里，哇！不，啊，今天怎样？不，哎，为什么您不敢赚呢？为什么呢？哎呦，233到275.5，哎呦，涨了42.5元呢，波段高。F 四每一档都这个波段反转见低点的高点，掌声鼓励。谁敢在低档抄底？我。谁真正有买？我。我做到了。为什么我敢这样？本间 K 线，我不会算命，好吧？这些股票很大只吧？股本很大吧？应该没有人会说我操作的吧？我操弄的吧？我有操作，我没有操弄。OK， 这种老师才值得大家敬爱。OK， 全部 run 一遍之后呢？我想插播一下，海公公的家族
200多了，好像很不错嘛，哈。啊，这个是台积电的设备厂，哎，涨100多块，怎么都这么会涨？对啊，哈，等会再慢慢的讲，好不好？那现在呢，我还是要插播一下，因为没有办法，因为看到跌哈，你们每个人都不要它啊，只有我呢一直把它抱着，因为我知道抱什么意思。因为我买到低档，我当然要好好，不能这样子哦，跌一天我就卖光了，刚好今天涨了没你的份，好好。啊，这个，哇，天气很热，需要散热，天气下暴雨也需要空调。欸，有人说这种天气不用空调的吗？或是不用冷气的吗？啊，电风扇要不要？我不知道，哦，但是呢，这个你要好好的呵护啊。讲完一轮之后，我还要插播一下。最近有人在问我了，同类股的还有什么可以买？我就干脆哈顺你们的意思来回答各位，同类族群的小哥，哇，老师怎么谦虚？同类族群的小哥为什么？很多人以前古时候说大价给满提哦，比较厉害的都是默默的，这档股票很低调，同类股的哦，就唱秋威哦，全部人都要抱它哦，这个涨那个涨哦，这个有涨哦，但是哈它很闷在那。那我来看哦，今天尾盘敲1000多张，最后一手价，将来我都拆开给各位看，只要让各位看今天尾盘最后一手价买1000多张。同类族群的小哥，这张股票，不管你 F4 有没有买到啦，那讯芯呐、星云呐、神盾呐、散热股有没有买到？没有关系啦，怕帮我抬轿啊，这档好不好？赢到起标点，赢到起标点，近期将喷外太空，不要说没什么意义哦，这一层呐，被他滚过这里啊，那不得了，这一层会成为他的楼地板，因为同类族群的小哥啊，我也很低调，那希望大家低调能够霸占。不知不觉一节时间就用完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下一节我会从大盘再截起。这个地方呢，希望大家去想一下，这份资料多珍贵啊，绝地大反攻，8月5号郑重拿给各位拿到手里，两档已经拆了，这档自己看啊，哦。然后呢，这两档有没有赚得很开心？刚才大家看都波段高，对不对？你随便设一个价格都 OK 啦，对不对啊，哦？那所以呢，想想看，你要的资料我给你，然后你要的盘势我给你，你要的标股我给你。问题是在于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努力，一起行动？如果愿意，请你赶快call me，就广告马上进来。轮源投顾和分析师精研本间 K 线88种形态，透析阴阳 K 线的奥秘，为投资朋友掌握多空趋势转折，创造人生财富。咨询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人生如股市，变化莫测，时高时低。股市如人生，乐极生悲，否极泰来。唯有客观分析，精准研判，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。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，创造人生财富。轮源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今天我们的大盘又疯狂的飙喷了，我想这所有一切我讲在前面，不然来看看我昨天怎么讲，好不好？哎呦，230点，每个人都好兴奋，我当然比各位兴奋啦，因为证明了我客观的分析。要讲今天这个涨了230点，先看我昨天讲什么啦，哦，这样比较对，不是今天涨了说你看今天大涨，那，啊，你昨天讲什么嘛？昨天这副鸟样啊，我怎么讲？黑十字，黑十字啊，然后我要讲一个但书哦，虽然涨不多，但是上涨跟下跌加速一样哦。那谁呢？是凶手呢？当然是重型股，加总起来只涨15点哦。那我怎么讲啊？重点来的，我说到了昨天呢，这个形态组合叫做外运十字，妈妈啊，小孩子小黑黑，那会蹦出什么火花呢？那最起码给各位关键价两个。
今天这个根本没看到，直接飞到楼上去了。21866，我说一定要飞，对不对？我说呢，昨天是追价意愿不足，有待信心回笼。哦，今天信心都跑出来了，而且我跟你标什么？22141啊，这里有短压，所以昨天处到这边。那我给大家一个口诀，什么口诀？明日关键头过身就过，断脚再回撤。我的口诀要讲对哦，不是每次都断脚哦，是断脚再回撤。啊，头过咚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结果21866，哎，头21866。哎，今天最低点21942，哎，啊，是不是直接过了？来，掌声鼓励。头过身就过，整个就过了，还用飞的过啊？本间 K 线会算命吗？不会啦，啊，我很会看这种形态学，而且我跟你标这里22141，我说这里这一根呐，啊，就是前上上个礼拜四的这一根呐，啊，稍微压力大了一点，对不对？这里呢，就是多空换手，要怎么过呢？啊，结果头过身就过，对不对？21141哦，那我们今天看高点22155，哎，也过了。解盘要解这样，要解清楚，不是讲了半天，重点在哪里？啊，你们听不懂没有用，我直接讲，大家都听得懂，对不对？懂还有准哦，那比较厉害，好不好？今天很多人说我很准，我帮你标好，就今天。哇，好玩了！上面还有些许的没有封闭，下面留多缺口哎，欸。上面空方缺口补了一点点，下面留多方缺口哎，欸。呜，啊，重点来的，哇哇，今天大红十字啊，大红十字，230点，不是大涨，都是大阳线哦。今天形态是大红十字哦，哦，所以解盘要解清楚啊，145点，要知道排行榜啊。厉害了啊，哦！好，明日关键为什么呢？因为上下都有缺口，上下都有缺口，形态中继十字星啊。明天一样给各位今天的高低点，就这样啊。然后呢，几个重点提示：今天直接跳空上开，飞跃关键价，各位都看到了，且量价齐扬 ，F 四齐涨。尤其什么设备股、先进封装，还有呢零组件，哦，咚咚咚咚的表现很强啊！注意了，明日再一次头过身就过，断脚再回补，断脚再回补，好，来，头过会怎么样？近期上补空方缺口，就是这里会全部补满，哇！那道士这边呢，就这样子咻上去的，哇！好美哦，注意了，那今天脚一点点啊，啊，脚就最低的脚哦，断脚会怎么样啊？脚一点点下补多缺口，就是呢，如果今天这个虚虚脚被断了呢，啊，顶多就补这个缺口，所以要注意哦，到底要上补还是下补，明人关键。所以呢，很简单 ，QR code 赶快扫进去，盘中 Telegram 我都有贴大盘剖析，还有你们要的标股，不要告诉别人。因为呢，我怕你们去乱追啦，我里面都还写一些字，你就好好看。而且有时候帮你们标记号，你就看一下那个点啊什么的，哈，哦，没有人看不懂，对不对？你看看我东西多好，清楚明了简单啊。还有一个，你们说的很准 ，OK， 谢谢，懂了哈，哦。好，注意哦，嗯。那明天呢，这个 F 4有关啦，我们赶快看一下这个台积电啊。好，来台积电啊，大家给我欧肉噶，哦，欧肉。尾盘多这边就是调节1块钱啊，这边是5600多张啊，948，昨天941啊，941，然后呢这边是940，好，这天我已经抢先报道了啊，抢先报道它的那个状况，营收状况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有都解释过的啊，这个通通解释过的哈，那这里呢，这里哈，啊，这个8月号，哇，全台湾好像。不晓得怎样，约又怎么了？咚咚咚咚，好，813哈，813。啊，我跟各位说哦，这种量不是泛泛之辈哈，这个，哎，再复习一次，低档爆量，请你眼睛睁大；高档爆量，请你赶快酸。最简单的好不好？那当然里面还有细节啦，这是最简单的。啊，你们永远都不是最高的越爱追，然后最低点越爱杀，有这样动作来跟我自首啊！我叫大家眼睛睁大。啊，结果有增大的哈，赚死，
钻石啊，冒喜啊，你们自己说的哈，买了，哇，啊，结果呢，8月9号，嘣啊，那这一天我特别跟大家讲，948很重要，站上用什么方式，它就有千元面相，我是每一关都跟你们讲，结果8月12哈，中继十字刚好948，哦哟，准啊，8月13呢？啊，关键948要赶快站上，因为这边这个十字这边顶在这，对不对？我把你圈起来哦，我不随便圈的哦，我只告诉你霞福镇哦，价涨 K 黑哦，关键948要站上去。哎，今天收盘就收948，啊，虽然是黑 K 不打紧，948我要是948，好不好？那、啊、所以本间 K 线值得大家敬重，813到955多少？哇，142元的涨幅，谢谢大家的认同。这个不用帮我抬轿啦，不用帮阿多仔抬轿啦，就照我的方式不就好了、哦、然后这时候来红海海公公来，海公公来185.5，你要一只吗？181你要一只吗？176你要一只吗？168你要一只吗？163你要一只吗？哟，都没有半只，今天要几百只哈、哦，还168就好，到今天涨了几块钱，自己算了啦。这天告诉你低档爆量，赶快接货、哦、啊！你们、哦、就要杀到楼下了，就从160持波最低点，持波最低点。昨天告诉大家持波高183，我要看用什么方式过185.5。我刚才讲过，今天就收185.5，哇哦，好厉害哟、哦！哇，哎，结果呢？哎呦，涨幅27块啊！重点来了。还要买海公公的，或是要跟我同步进出的，赶快来预约，好不好？赶快预约哈、哦，这个这边到这边够了吧？你看，我说你做红海去找谁都没有用的、啊，我这边买一次倒光，这一天全台湾只有我敢讲一次倒光，欢迎去看这天的节目，我的扣讯都还有留着，欢迎来查询，我做得到，因为我看筹码在做的，你们是听 news 来统计谁叫讲最多支。不行，记得海公公就找我，找谁都没有用，因为我最会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看得到的哦。嗯、啊，这个来看一下那个联发科185了哦，185，你们都不要了，对不对？哈，跟你讲那118，我看看有什么方式封闭啊，结果直接喷过，那已经闭了，我说要继续加油，有，今天直接就给你收185啊，有加油，最高1190，涨幅199呢？哎呀，套大家的喜爱啦 ，All you can eat。你可以吃到高兴，吃到饱为止，好不好？来广达，来广达，广达271，你要一只吗？哎呦，昨天266.5不行了，我只告诉你整理 K 有没有？这233哦，告诉你要霸占，啊，你都不要霸占，我也没办法了哦，这个就不用再讲，你们都知道了。重点今天十字啊，已经来到275.5，涨了42.5啊，价值标股这种大型的啊，霸占起来真的很过瘾。233涨到这边涨这么多，今天出现中继十字此波高，我这边全部倒光，买倒光，砰啊，这边再接，有钱有标股真的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，我能够做到，也希望你复制我成功的经验，如果不能复制也没关系，跟我一起同步好不好 ？OK 啊，剩下一分钟哦，这个实在是很难抉择啊，没关系，来看一下这个207好不好？今天滚量10000张，看大脚喜欢哪？昨天涨停，洪家军今天怎么样？嘣，再上去，闭了缺口218，哇，连这个股票可以涨46块，你有吗？我有哦，中股票哦，我有哦，我真的有叫你们这样子买啊。啊，这个嘞，台积电设备股424啊，看到今天很开心，嘣，哇，涨122哦，对啊。啊，今天虚虚那么长，明日关键，明日我会买，还是要卖光？因为我胜券在握，这一段上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赶快来问一下我要怎么做哦。那这个神盾剩下5秒了哦，这个神盾哦，这个喷到这里了，涨了55.5了啊，555啊，大家玩那个什么拉霸最喜欢一样的，也有它555啊。那最后呢，大概1-2秒了，我还是跟大家讲，同类族群小哥赶快来预约好不好？这个股票希望大家赢在起标点，迎接喷到外太空的行情，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赚。
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